2016年2月26号，她为自己在个人社交平台宣布怀孕，孩子将于猴年出生。而日前，她为公布怀孕后现身首都机场，只见汤唯衣着宽松，戴着耳机，低头微笑。虽压低帽子，但心情不错。草长莺飞二月天，这真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季节呀。汤唯与韩国金泰勇结婚已经快两年了，感觉一直都是很不错的，很幸福的，如今又有了爱的结晶，真是恭喜了。